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资料结构。资料结构，大家已经上过3次课，也了解到它是探讨电脑如何摆放我们要处理的资料，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资料。那么今天这个讲次呢，我就要跟各位介绍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叫做阵列结构。那么阵列结构呢？只要我们学过程式设计，大概都用过。那这种资料结构是非常单纯而且非常简单的结构。那么，在正式介绍这种结构之前，我也跟各位来看一下这个讲次我们打算介绍的重点。那么这个讲次我跟各位介绍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很简单的来跟各位把阵列这种结构呢，来做一个介绍。第二呢，我跟各位来探讨一下阵列这种结构里面怎么样来操作资料。第三呢，我跟各位一起来看一看阵列它在应用上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了解阵列这种结构是一种最简单的结构。我们从底下的这个图形呢，各位可以看。如果我们待处理的资料，把它放到记忆体里头，我们是按照进来的顺序把它排成一列，就像画面上一样，这是一种方式。那么也有一种情况呢，我们不是放成一列，我们放成一个面，这也是一种方式。那么我上一次跟各位提到过，我们把资料放到电脑里头去，让 CPU 让电脑的中央处理单元来取用的时候呢，就像在工厂里面，我们把原料摆好，然后呢，准备让 CPU 根据我们的指令来取得这些资料。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要处理的资料呢排好顺序，放在那边让 CPU 来取得，那么它取得的越快。那当然，我们能够产生的效率就越高。那阵列结构呢？它是最简单的结构，它的排法就是对号入座。那么从画面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它排成一列，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排成一个面就像我们到游泳池也好或者到车站这个储物柜，它都是一个像底下这样子一个面有一列一列的柜子，每一列都有，上下有多少排？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A 的这种方式，也可以用 B 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阵列结构。那我怎么样告诉电脑说，那我要用这样子的结构，还是用 B 的结构呢？这就牵涉到我们要在程式语言里面用到一个宣告，我告诉电脑我要用一个阵列，那么我一定要告诉他我用的阵列是什么样的名称。那么第二个呢，要告诉他坐标的范围。从刚才那个画面里面，各位可以发现得到，我排成一排，那既然是对号入座，我也要告诉他，那我有几个位置啊？那么第三，我们要告诉他元素的形态。从刚才这个排出来的画面上，各位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格子，我们就称之为一个一个的元素我们往下看，我们先看这个简单的排成一列的，排成一列，我们只要有一个编号，比方讲这个是一号，这是二号，这是三号，这是四号，这是五号，这是六号，这就像我们的座位的编号，那座位的编号只用一个编号的，称之为一维阵列。那各位看，我只要 A of one，A 阵列里面的第一个，那么就是指这个元素，也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我要摆什么样的资料呢？这个就是元素的形态。那么我们在课本上呢？用 DIM，那么我们在课本
这个课本呢，来介绍变数也好，阵列也好，我们都用 DIM 来宣告啊，来定义 A 啊，就是阵列的名称。那么一到六就是柱标的范围，这里面的这个数字我们就称之为柱标。有一到六就表示我有六个位置编号，分别是一、二，一直变到六。然后 int 是一个元素的形态，那我们整数的形态我们用 int 来表示。那么每一种语言它表示不同的形态，它都有一个保留字，就是它用哪一个字来代表整数的形态，用哪一个字来代表字串的形态。那么有这样子一堂的宣告，就表示我告诉电脑，请你帮我保留六个位置。这六个位置呢，它的名字都叫做 A。那我用这个柱标来标示它特定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一个阵列的宣告。那么我们宣告一个阵列的时候，它代表了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在这个结构里面，你要存多少个资料？啊，既然是对号入座，那么我就说你有多少个位置。那从宣告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这个的元素的个数啊。比方讲，我们 DIMA 从 L 到 U 就是柱标的下限值到柱标的上限值。那我只要把上限值减去下限值加一，就算得出元素的个数啊。我们来看一下，比方我们有一个宣告是 A of 一到18，那这个地方我不用计算，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编号一到十八号就有18个位置。所以你从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去了解，用这样的一个公式，然后用这样来做计算。那当然，如果这个地方不是一没有关系，我们一样啊，我们宣告一个 B 这个阵列，它是11到99，那么我们的算法呢，有人很聪明就算了，就说哦，到99嘛，然后我就用1到99，那就是99个位置，那1到10不是，我把它扣掉，那这样就有一点复杂。那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公式，上限值减掉下限值加一，那这个我们就得到我们这个 B 阵列里头它能够储存的资料的个数。那么对于一个阵列，我们去算资料的个数，主要的目的就是当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有多少资料，我清楚了。那么我去定义这个阵列的时候呢，就要让它能够足够的来放置我这些资料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来计算元素的位置。我们说这个 CPU 它很容易的可以抓到我们放在记忆体里头的资料，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找到它的位置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复杂，所以在这里我先让大家呢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各位介绍元素的位置怎么来计算。欢迎回来。我们刚才谈到宣告了一个阵列以后，我们知道它能够储存多少个资料，也就是阵列的元素个数怎么样来做计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元素的位置怎么样来计算。那么假设有一个元素，我们已经知道它的位置，就是 A of i 啊，我们已经知道它的位置。那我们要计算 A of j 的位置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算呢？它的公式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用 address addr 括号 A of j，这表示 A of j 的位置，它就等于 A of i 的位置再加上 d。那 d 呢，就是这两个元素之间的距离。那么 s 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元素所占用的空间，啊，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式，我们就可以
计算出来我们所要知道的元素的位置。好，我们看一下底下这个例子。如果坐标值为一的这个元素，它的位置是0002，我们都是用十进位的哈。那我要求 a of 四，就是坐标值为四的这个元素的位置的话呢，那假设 a 里面每个元素占用两个位置位元组的话，那我们公式再复习一次啊 ，a of j 的位置等于 a of i 的位置加上 d。那这个 d 就是等于 j 减去 i 乘以每一个元素的空间啊。那么我们看 a of i 它是0002，那我们知道 s 等于2，我们只要带公式进去 ，i 是等于 1，j 是等于 4， 所以我们就是0002加上4减 i， 然后它乘以2，那么这个计算出来就是等于0008。也就是我们 a of 4它的位置是在0008啊。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公式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你任何一个元素，我都可以很快速的计算出来。那么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计算出来呢？因为基本上元素它们使用的是连续的空间，就是这个位置是紧接着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一点特性非常的重要。好，谈完一维阵列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二维阵列。所谓的二维阵列，就是有行啊，直的为行，横的为列。我们刚才一维阵列的时候，只用一个坐标就可以标示元素的位置。那么在二维阵列里面，我们就要有两个坐标。各位看 ，b of 一逗号一。那么这个阵列，我们称之是两列三行，横的是列，所以这是第一列，这是第二列，那这是第一行，这是第二行，这是第三行，所以我 b of 一逗号三就代表我是第一列第三行的元素。那么我清楚了这个以后，我再去做其他的运算，就比较能够清楚地找到你要的位置跟了解你运算的结果。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二列三行呢？我们一样用 DIM 阵列的名称，那坐标的范围我们就要用列跟行。那我们前面写列一到二，就是因为这是两列，然后一到三这是三行。元素的形态一样，我用 INT 是代表整数，所以二维阵列它事实上只是在坐标范围这个地方有一些改变。那各位会不会举一反三啊？那我三维阵列、四维阵列呢？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再继续往下加就对了啊。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二维阵列，我们怎么样去计算它的元素的个数呢？一样的，我们去用它的下限值跟上限值来计算，然后我们用第一个坐标，就是列坐标的下限值跟上限值，这是行坐标的下限值、上限值。各位，我们如果是一维阵列的话，只用一个坐标，就是用 U1 减 L1 加一，然后两个坐标呢，就 U2 减 L2 加一，这两个把它相乘就对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非常的简单，我们做一个例子。一样，我这 A 这阵列呢是二维阵列，那列坐标是1到 5， 那么行坐标是2到 7，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元素的个数是多少呢？下限值减上限值，对不起，上限值减下限值加一，上限值减下限值加一，算出来等于30啊，这很简单。好，那么我们从一列，就说一维阵列很清楚的知道元素的前后位置，可是从二维阵列里面呢，元素排列方式呢，它决定了元素之间前后的关系的顺序。
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如果你排成一列，就是一为正列，那么我说谁在谁前面非常清楚。那么如果说是二为正列呢，谁在谁前面，怎么决定？那么我们有两种排列的方式，一种是以列为主，啊，row major，一列是一种呢是以行为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看一下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好，以列为主，就是我一列排完再排一列，就是 row major。好，以列为主，所以这个排列的顺序呢是 A 一一 A 一二 A 一三，再过来是 A 二一 A 二二 A 二三这样的顺序，所以 A 一三的顺序就在 A 二二顺的前面，这是以列为主。那如果是以行为主呢？我是一行排完再一行，一行排完再一行，所以这个呢就是 A 一一。A 二一、A 一二、A 二二、A 一三、A 二三，在这种情况下，A 一一它的位置就在 A 二二的后面。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排法呢，我们再去算两个元素距离的时候就会用到。好，如果我用以列为主，啊，row major，啊，各位看你这个。以列为主的话，它是 A 一一、A 一二、A 一三、A 二一、A 二二、A 二三，所以 A 二三它事实上与 A 一一它的距离是五。那如果说我以行为主的话，A 二三跟 A 二一它的距离就是七，所以当我要去计算它的位置的时候呢，就会有差别。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公式。如果我已经知道 A11 的位置，那我要知道 A23 的位置的话，我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式来算。如果我是 row major，以列为主，以列为主，那么我们看，我要计算的 A of ij 相对应于 A of 11，那么我一样是加上它的距离，那么加上这样的一个距离以后，我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元素的位置找到。那么这个距离的计算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它的计算方式呢，是你要先看它们差几个元素，然后再把每一个元素所占的位置乘进去，这个就是它们的距离。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c 呢。就是代表每列的元素个数，就是每列的元素个数，是不是就等于行数啊？就是等于行数。那么这个呢，是它的到底差几列？你在第一列，我在第二列，我的列数的差距就是在这个地方啊，j 减掉一啊，这是你的位置在一，我减掉一啊。比方讲，你在第一列。那么我在第二列，我们就是差一列。那我们差多少行呢？你在第一行，我在第三行，那我会是差两行。好，然后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公式呢，来做一下计算。那这个计算呢，就是公式在这儿啊，我 A13 等于0001加上 D。那么 D 在哪里呢？D 是多少？D 是我这两个的距离啊，是。两个都在第一列，那么一个在第一行，一个在第三行，所以我用一减一乘以三，三减一乘以二，然后再等于四，计算出来以后，把 A11 的数字把它加上去就可以了啊。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还是会用以行为主再来做一下计算。那在这个地方呢，让各位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来。欢迎回来。我们刚才谈到
如果在一个二维阵列里面，我知道一个元素的位置，那我如何去计算另外一个元素的位置？那我们上一节介绍到的是以列为主的这个排列方式的话，我怎么样来计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以行为主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是 column major 啊，各位可以看画面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以行为主呢，就是我一行排完，再排第二行，第二行排完，再排第三行。那我的公式也是一样啊，我相对的要看这个元素的话，我是用，假设 a of ij 这个元素的位置呢，它就是等于前面的这个位置加上 d 啊，这个 d 就是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们一样是看它们相差多少个元素，然后再把每个元素的所占的空间呢，把它乘起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两列三行啊，两列三行的一个二维阵列。那么这二维阵列呢，我们怎么来计算 A13 它的位置？我们已经知道 A11 它的位置是0001，那因为是两列。所以 r 等于二，那我们也假设每一个元素所占的空间是两个位元组。好，那我们要计算 a13 的时候呢，它也是一样，把 a11 再加上它们之间的距离。那它们之间的距离呢，就是我们先看它们差别多少行。你在第一行，我在第三行，所以3减1，它们差了两行。那每一行有两个元素，所以我就差了4个元素。那你也在第一列，我也在第一列，我们是同样在同一列，所以它的这个距离是没有了，在列的部分是没有的。所以这样一乘呢，我们就发现它两个的距离是差八，那我的 A13 就等于0001加上八等于0009，这个就是我们在二维阵列里面怎么样去计算那个元素的位置啊？我们再复习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公式。那这两个呢，要你计算位置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清楚它给你的条件是以列为主还是以行为主。那么，如果是以列为主，跟以行为主，它们之间的那个计算的方式是有些许的不一样啊，请各位要特别注意。那么谈完阵列元素个数的计算以及元素位置的计算之后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阵列的操作。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阵列？刚才已经说过，就是我们透过宣告、宣告定义，它就建立了一个阵列。那其实它的操作有很多，我们的资料如何把资料放到阵列里头去？我们如何删除资料？我们如何寻寻资料？那我们如何搜寻资料？等等。好，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看的是插入资料，因为我们是对号入座，那我们希望座无虚席啊。如果我有一个阵列 A，那我要在它的位置第三个坐标值的位置插入一个资料 C 的话，那我可以从黑箱的角度上去看它的操作如何操作。假设这个是我插入操作的程式单元的名称，那我要给它一个几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我给它是我要插入的阵列是名称是什么，位置是什么啊？名称是 A，在 P 这个位置插入 X 这个资料啊，这个 X 就是等于3啊，X 是一个变数。好，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呢，因为我们3这个位置呢已经有资料了，所以后面它必须把它以后的资料就往右移，然后空出一个位置让 C 放进来啊，这是插入操作我们所要知道的。那删除操作也是一样。那删除操作呢？我一样有一个名称，这从黑箱的角度去看，我要在 A 这个阵列里面删除掉 P 这个位置的资料，啊，同样的，
它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我要去移动与它无关的资料。我要删掉的是这个资料，可是以它之后的元素，我全部要往前移，以免产生空位。那么，这个是我们在阵列删除资料跟加入资料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使用阵列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是之间是有空格的啊，所以这是阵列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那接下来我们看循行，到底什么是循行呢？循行就是寻访阵列结构中的所有资料，比方说我们要列出阵列结构中的所有资料。那么我们来看，假定我要循行的范围是 S 啊，坐标值为 S 到坐标值为一，那我要怎么样去写这样的一个程式呢？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可以当成作业，各位自己用一个重复运算的动作，就可以，做出来啊。这个就是循行坐标 S 到坐标一的范围。如果你要正向的循行，就是从 S 走到一；如果你要逆向，就从一走到 X。啊，这个是非常简单。如果说这是从一维阵列，那这种循行呢，我们可以把它很广泛的说，所谓的线性结构的循行都是非常简单的啊。那接下来搜寻呢？那么搜寻资料，我也可以用黑箱的角度去定义一个函数，我到 A 这个阵列里面去找 K，那么找到了，你就告诉我，你可能告诉我坐标，也可能告诉我这个资料啊，这个是一个搜寻的操作。那么其他的操作呢，我们也可以有，比方讲判断 A 是不是空阵列啊，我们可以用 is empty of A，那内容怎么样？各位可以先去想一想啊。那么同样的，判断 A 是不是为满阵列，我们可以用 if full，is full of A。那这个地方都是从黑箱的角度，因为阵列的操作比较简单。那白箱的角度呢，我就没有再跟各位来谈啊。各位在程式设计上应该都会看得到。好，那么阵列的这个特性呢，因为阵列它是很重要的基本结构，那么它是静态的资料结构，它以绝对的方式来表示资料的位置。那么它增删资料的时候需要移动其他的资料，这是它的特性。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使用阵列呢？它适用的情境大概有这几个啊，一个资料量变动比较小的时候，另外呢它删除插入操作的资料比较少的时候，另外它常常执行搜寻的操作，或者它常常需要重新排列。然后各位记得这一些应用的情境，慢慢的你从各种不同的结构再去回头看阵列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清楚。接下来呢，我就跟各位谈一下阵列的应用。那么在画面上有三种应用啊，但是我时间的关系只跟各位介绍第一种啊，结构形态的阵列。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表格，各位看这个表格里面所有的资料都是一样的形态，就是整数的资料。那么我用一个二维阵列就可以解决了。可是如果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表格，各位看这里面的资料并不是同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把每一个学生的这个资料呢，看成一个是元素，所以这个元素就有四个栏位，因此这个元素的形态，它就是一个结构形态，这样子的一个阵列，我们称之为记录形态的阵列。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跟各位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谢谢大家。